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我的 channel 啦。咁我今日又想同大家重温当年今日嘅赛事，就系2008年1月30日跑马地嘅3000/1500米，方家拍马房即江宝啊，配入白金文嘅，佢独赢配都有19倍。咁呢一场咧一出走咧，白金文咧就好积极咁推上前面咧，跟住咧就守喺个 box 位啦，喺3-4位度啦。跟住好啦，轉翻入直路咧，已經咧係咁兩隻手夾下夾下夾下，全程咧都係齋推嘅啫。最後先係打咗一邊，咁只馬就輕鬆咁樣就贏半個身位過終點贏。咁咧，即係其實有時澳洲騎師咧唔係一定要車兩邊嘅，有時要啲疆城好咧，留得住只馬好咧，淨係雙手並列咁樣一齊推咧，咁啊已經 OK 噶啦。咁而呢一場咧，個最特別嘅之處咧就係、哇！呢場超級冷門啦，頭馬啊19倍，第二名啊40倍，第三名啊17倍。原來呢場馬咧，只唯一一隻大熱門2.3倍蔡若漢只蝦王至上蘇銘倫就跑過第五嘅。咁大家不妨睇一睇，重温翻當年嘅賽事啊！多謝收看，拜拜。頭先又有隻入嚟啦，前衞勇士，極速之星，搞掂埋。最后一集一档的黑王至上亦都搞定，全部马匹准备妥当，7場3班1000/2000米短途准备好了。一起步的时候前面快点的马了，见到中档位置有降宝，外面长胜崎岖，中间还有这个心欢畅大外档极速之星，中后碟的马还见到仍然赢，内栏在这个第六位就是大艳的黑王至上，再跟着后面还有时代明星爱的世界的，后多少的马匹尾四位置先见到还有这个好爽的，尾三就是靓得精彩，尾二老少双红，暂时包尾就是这个口段天宫来的，刚刚过800米断柱，前面见到极速之星抢了来放头，接来了大约有两个马威的，跟住喺第二位咧，见到马匹仲有呢个长胜崎岖啦，再后边有心欢畅喺第三啊，内栏第四降宝啊，第五位咧就系大妈虾王至上啊，喺佢出边63红帽咧，仲有呢个时代明星嘅内栏位置就系爱的世界啊，再后边嘅马咧先见到靓得精彩，仍然赢好爽啊，尾二内栏老少双红包尾咧，仲有呢个口段天宫噶，入弯嘅时候啦，前面极速之星放下放下接嚟咗两个身位，首先入嚟揈出去出边跑啦，咁啊埋边嘅马咧见到上咗嚟有呢、這个咧就系长胜崎岖噶，中间打冲锋有时代明星啦，再入边咧就系、爱的世界，虾王至上骑内冇噶，入到最后100米路整啦，前面斗紧咧就系降宝同埋呢个长胜崎岖，外边极速之星散咗噶啦，中间上嚟仲有呢个爱的世界埋边老少双红，个中第一名降宝啊，第二名长胜崎岖，第三名爱的世界，第四名系老少双红啊！哇，呢条 Q 有啲分头啊，冷喎、啊，翠芳 Q 大冷 Q 嚟嘅呢个翠芳，降宝冇马埋啊嘛，梗系长胜崎岖啦，又林地德。做足功夫嚟搏呢一场，几快啊！今日出闸，仲要有19倍添啊！真系条 Q 好分喎、啊，梗系好分啦、啊！你有晒两只都不是，起码1000。爱的世界喎，都系林地好嘅马跑第三，老少双红第四，2000多蚊啊有。虾王至上第五，好冷啊呢条 Q， 唔易嘅有晒两只。嗱，好爽啊！嗰啲咩靓得精彩啊，唔冷都唔知去咗边。哇！一起步降宝咁前，几快啊！係咯，哇！呢、這個位好嘢喎，咁跟住又見到你一隻又有 cover 啦嘅。啊，長勝崎岖呢啲跑法，我哋咪講緊鄉村傳奇，你早段有冇即係嗰只啊？上一次啊，有啲積極去令佢係啦，埋咗欄先取到咯，或者京城孖寶啊，咁你咬實牙根埋咗欄先咁樣。喂，甚至我覺得極速之星啊，佢而家雖然係唔得啦，佢都早段你好過半凳姜啊，殺咗埋嚟，希望賺得到咯。嗯，就阿方即係阿方啊。唉，所以頭先咪諗諗下，都係你哋喺度睇緊馬，都係即刻要揀只一啦，最先就揀只九條 Q 啊，好好分啦、啊，好分啊，三重彩啊難啲啊只四，因為九號真係擺明居馬嘅，即係等你信唔信嘅啫，其實。咁冇嘅，我賽前嘅策略就係你點都係兼顧翻佢，你尊重佢側身輕磅有體力。都話放以往閃電區都係縮情落嚟搏嘅，嗰、場又係幾十倍嘅。臨場啊，太多變數啦。嗰只蝦王至上有個，即係我再驚少少，就係好似威馬嘉賓我琴日講咯，驚佢谷草啦。佢又跑得唔係好曳，咁但係又唔知係咪個地啦，唔知係咪個地。同埋臨場咧，你賽前諗住阿蔡好好噶嘛，啲風知有百里王，睇睇個預計派彩第七場，第一名9號降寶獨贏派195蚊，位置派54蚊；第二名1號長勝崎岖，位置派74.5。
第三名四号爱的世界位置派47.5，第四名二号老少相逢连赢派2184元，三重彩派43672元，单贴派6524元，时间1分11秒8。位置 Q 预计派彩1搭9派641元，4搭9派279元，1搭4派450元5毫。其實阿方嗰只喜德寶可能都好想喐手嘅，不過即係2200嗰啲體力樣嘢打咁啲折扣啦。四連環預計派彩11669元，全線都喺度。阿方今晚除咗喜德寶，睇翻我重播先。1200米短途準備好啦，一起步嘅時候前面快啲嘅馬啦，見到中檔位置有鋼寶啦，外邊長勝崎區嘅中間仲有呢個新歡唱啊、大愛當、極速之星啊，咁啊中後跌嘅馬咧，仲見到仍然贏啦，內欄咧喺呢個第六位就係大染嘅蝦王至上啊，再跟住後邊咧仲有時代明星啦、愛的世界噶，後多少嘅馬匹啦，尾四位置先見到咧就有呢個好爽噶，尾三就係靚得精彩，尾二老少相紅，暫時包尾就係呢個考住天宮嚟噶，啱啱過800米段轉啦，前面咧見到極速之星啊搶咗埋嚟放頭添啦，咁啊接嚟再大約有兩個馬威嘅。跟住喺第二位咧，見到馬匹仲有呢個長勝崎區啦，再後邊有新歡唱喺第三啊，內欄第四鋼寶啊，第五位咧就係大乜蝦王至上啊，喺佢出邊六三紅帽咧，仲有呢個時代明星嘅內欄位置就係愛的世界啊，再後邊嘅馬咧先見到有靚得精彩，仍然贏好爽啊，尾二內欄老少雙紅包尾咧，仲有呢個口奪天宮噶，入彎嘅時候啦，前面極速之星放下放下，接嚟咗兩個新威首先入嚟揈出去出邊跑啦，咁啊埋邊嘅馬咧見到上咗嚟有長呢個咧就係長勝崎區嘅中間打衝鋒有時代明星啦，再入邊咧就是爱的世界蝦王至上騎內冇嘅，入到最後100米路整啦，前面鬥緊咧就係鋼寶同埋呢個長勝崎區，外邊極速之星散咗噶啦，中間上嚟仲有呢個愛的世界埋邊老少相逢，過中點第一名鋼寶啊，第二名長勝崎區，第三名孖寶嘅預計派彩第六口，正獎489元，安慰獎326.5。阿方又贏啦，繼續贏。今晚都哇，白德文同今晚主要隻隻都呢件彩衣再續前緣，嗰隻又冷啦，六隻進達啊，呢隻仲 win 埋添，佢真係好嘢噶，方家鵬頭三個幾月拉去放草，充足新鮮感，試埋個大閘，佢要換到啲賠率嗰度幾好啊，林地又影響佢唔到，一出閘就咬住好兩位啦。反而白德文今日點攞位啊？呢只其實阿白德文好多時候跑下方啲馬跑都好好好啊，好過即係其實你挑剔佢啊，情次數少過阿摩啲馬。你四檔，你跑慣呢啲咁樣，你起步可以半擔當。即係你借仗佢過嚟樣嘢咧，反而仲好過阿摩有時。有四檔啊！有時候柯打叫留啊咁啊。但係通常借仗你啦，一定係盡心盡力啊。俾嗰啲積極程度。1200咋，而家一早已經咬住好位啦。咁但係長勝崎區都如你所願所料啦，殺埋嚟。咁啊，極速之星唔想二跌。唔係因為你咁臨場雨咧，落雨咧，長勝崎區我好有印象。佢上一季嘅沿途外跌㗎，呢、這個地咧。同只百利王啊嘛。係咯，我就話哇，原來林地佢都幾好喎，諗諗下。咁同埋佢而家真係可以埋到嚟啦。咁你而家埋難再埋難，其實埋難嗰三隻咯。如果第三係愛的世界，粉藍色。極速之星其實跑緊嗰陣。第四名就係只老少雙紅咯。跑緊嗰陣好似好咁樣，你話咁急翻嚟，可能未必有噶嘛。係啊。嗰只蝦王至上啊，點咧？同埋佢又唔算跑得太差。第五咯，翻嚟。第五。時代明星二檔走咗係三疊。係啊，奇怪啊！咩靚得精？個際遇唔好咧？係啊，咩靚得精彩啊，好爽啊！嗰啲冚爛都喺後邊嘅，嗰啲仲跑得衰添。啊！愛的世界反而好嘢喎，林地佢林地真係幫到佢。係咪攝上嚟㗎？攝㗎，攝㗎，佢係尾三尾二嘅就腳程先咯。其實就四隻貼欄馬包辦四連環㗎啦。好分啊！根本今日由頭到尾都冇變過，都係內欄好嘅。